大家好，我是二九届徐峰博。好，那二九届主管长。没考虑。对。好，那就带来这首《披风》。就是那个啊，它上面有很多影片，你知道？
我在上面学那个做早餐啊，然后我现在我就觉得我现在是新世纪暖男嘞，我每天早上都自己帮自己煮早餐，我真的很棒。哦，跟你说，星期日鬼才会那么早起来啦，而且我要朝九晚五的上班，哪像你，而且自己一个人做早餐，真的有够寂寞的。哦，你真是很弱啊，你是要多寂寞，我就陪你做就好了啊。就是，而且感觉两个人一起做早餐就是疯狂的青春，哇、哦，是不是？而且我最近有研发那个叫什么，那个新的茶，可我还没取名字。不然今天你来，我就取到 you 好了，好不好？要给你喝看。哇，有个难喝哦，这个 you are not my cup of tea 啊，怎么可能？可是我觉得很好喝啊。哦，我跟你说，我整个人都不开心，我跟你讲。哦，他，我跟你说，我走之前吃都不会喝的。你他多没关系，我最近有研发那个杏仁茶，不然我就明天就做杏仁茶配起司蛋饼。哎，觉得起司蛋饼？对啊，起司蛋饼。你是说杏仁 cheese？ 杏仁 cheese？ 杏仁 cheese？ 哎，寻人启事。那我就欢迎一中三十八届卢国成学长。你喜欢选带的寻人启事。